很晚了，5岁的女儿还在看电视。我对她说：“再看10分钟就去洗脸睡觉。”她不高兴地说：“10分钟太短了。”于是我说：“那就600秒，够长了吧？”女儿听后开心地说：“够了，够了，妈妈真好。”很晚了。5岁的女儿还在看电视。很晚了，5岁的女儿还在看电视。很晚了，5岁的女儿还在看电视。很晚了。5岁的女儿还在看电视。我对她说：“再看10分钟就去洗脸睡觉。”我对她说：“再看10分钟就去洗脸睡觉。”我对他说：“再看10分钟就去洗脸睡觉。”我对他说：“再看10分钟就去洗脸睡觉。”他不高兴地说：“10分钟太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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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”于是我说：“那就600秒，够长了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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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”女儿听后开心地说：“够了，够了，妈妈真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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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”很晚了，5岁的女儿还在看电视。我对她说：“再看10分钟就去洗脸睡觉。”他不高兴地说：“10分钟太短了。”于是我说：“那就600秒，够长了吧？”女儿听后开心地说：“够了，够了，妈妈真好。”很晚了，5岁的女儿还在看电视。我对她说：“再看10分钟就去洗脸睡觉。”她不高兴地说。10分钟太短了，于是我说：“
那就600秒，够长了吧？女儿听后开心地说：“够了，够了，妈妈真好。”